做那个子弹测试，先五发原始的长程弹。好，再来五发新的一粒子弹。这风有点乱。嗯，好痒。那我们来看一下射多远。这是意外的，刚刚有卡到一点。然后五公斤的弹簧射的长程弹大概都是这样。然后后来有几发射的比较好的，射到蛮远的地方，这样大概几公尺，算得出来吗？差不多十公尺吧，可以吧？如果没有那么乱的风，应该可以射更远。对啊，这应该是最远的一发。对，这是最远的一发。嗯、我们是简单改过的那个 memory 可以射多远。他有车来，等一下。蛮远。